于玩家的反馈，他们说反馈目前使用的视频眼镜的电池的位置呢，都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右侧太阳穴，这样的话，使用起来会非常的不舒服。所以说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，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弯曲电池，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可实现的方案呢？那针对这个电池，我们现在目前的弯曲电池有没有一些限制呢、要求呢？还是说我这边可以做任何满足我的需求的温度啊和容量呢？Fighting flames of fire.